哎，两位今天想要用什么发型啊？我想要浪漫的公主大卷。我也是。你的八千，你的八百。哇，什么那么怪？多一公分多一百块，你看看，多那么多，你就是八千啦。行啦。你最近是不是有跑去整形？我？没有啊，我最近只有剪短头发啊。怎么可能？你看你以前一天到晚就跟在我屁股后面当我的小跟班。拜托，我现在可是贵人美女2.0。哦，你穿很久了，都穿2年了吧？还没干啊？看看我，晒个2天就干了。拽什么拽啊？明天就被。